時事短打，係又到時事短打啦。係今日嘅新聞咧，就有人民力量喎，佢哋好多人集體辭職喎。體中安報會有咁嘅報導，係啊，話我都見過好幾次面嘅嗰個劉嘉明佢哋，嘉宏係帶幾十人辭職啊，同埋呼籲解散。係，你話個組織變咗質？嗯，冇錯。呢個意料中事啊！嗯，香港不嬲都連個政黨法又冇，嗯，你連個公民黨都唔掂啦，成日大狀有錢都夾都排唔到尾，有錢有知識，係啊，都搞唔掂，個都點樣講咧？為咗嗰、那個佢哋搞政黨嘅目的係。為了去攞市場的選票，做議員，我不成，起碼八九成的心態都，名與利，係嘛？係利益爭利益，咁啊，揾個民主的招牌咯，但我哋個都有功勞嘅，咁啊，齊娃娃娃娃下娃到而家，咁大家有國安法出咗啦，咁啊個個咪醒身咯。亦都冇咩資源去頂佢哋，頂同佢哋頂到落啊嘛。係啊，冇啦，冇得再做啦。所以又正面睇咧，就話你中港殘官話人哋有勾結，話個勢力支持。香港政黨呢個假啦，佢邊度有人支持？有支持都唔使搞到住齋啦。係啊，有人支持你有組織能力啦，有組織能力有部署啦，有部署又唔會話出嚟亂講嘢啦，唔會亂講嘢，唔會去行動有錯嘅，又唔會俾你拉啦，係啱唔啱？係又唔會話即係搞啲非法集會啦，叻好多噶嘛。不同的，因為 你搞政治的事你一定是你一不守法就沒得搞的了，除非你搞革命那些又例外了，對不對？你是為了社會民生啊民權啊 去抗爭而已嘛，你又不是去推翻他政權，但他們完全沒有這個組織能力，那些蠱惑者又多，那些縮水友又多，柴花花那些現在就屌你去走尖片去領曬台灣啦，佢哋嗰班人啱啱啊，走得最快，走你快慢必嗰啲又屎忽痕咁啊，而家勾撚住，仲拋緊，睇到噶，我哋一早睇到，即係唔成氣啊嘛。因為你嗰個動機唔純正啊，當然佢有一兩個人或者有啲理想嘅，但係簡單字唔係一兩個人嘅理想又夠，唔係咁簡單嘅，要有智謀啊嘛，同埋我都最重要講咗嘅，你嘅對手係中國共產黨，佢哋搞啲鬥爭咧就係、是。拿手老前輩嚟噶嘛，係嘛？乜嘢招數都有，最重要佢有公權力喺手。但而家我講話政變好咧，就係你搞下搞下咁啊，搞到而家有個民主中國出嚟啦。係啦，可以講下啦，搞到個招牌出嚟。中國政府都搞個招牌咗，叫民主中國啦。跟住咧又搞咗個。最完善的民主選舉啦，香港。好似過幾日啊，投票啦嘛。係啊，下個十四話下個禮拜啊。下禮拜。不過大家憑個良心去投票啦。係咪？因為你而家叫人唔好投票嘅話，投白票你都違法噶嘛，違法嘅千祈唔好做。所以
都搞到個民主中國嘅招牌出嚟。係係，武功都有用。係噏牌，係起碼到我而家，連我哋林鄭月娥都噏得口唇邊啦。嗯，啊，呢個最完善嘅選舉啦，係咪？嗯，咁你咪大家有嘢噏啦。有個招牌噏爛咯，有個民主招牌噏爛。希望噏噏下。冇啊！你講個民主招牌，就要西方世界走曬要用啦。嗯，係啊。嗰啲民主左膠好撚多種民主啊嘛！你見中國政府都白皮書入邊形容嗰啲民主嘅字句，我哋都唔記得咁多啦。係啊。何況西方嗰種民主，而家有一種叫做咩啊 ？cancel 嘅 culture， 取消文化。哦，取消。又話取消乜？又取消文理。總之咧，你就我喺最近節目講，人係好簡單嘅啫。第一，你要識保護自己健康、安全。安全第一，命長久。安全是涉及健康噶嘛，唔好亂咁飲食，係嘛？係，唔好做啲力有不逮嘅事，唔好凡事都唔好過咗龍。嗯，不足勝有餘啊嘛。嗯。第二，個人要增值，嗯、你個人嘅技能增值咧，自然你嘅財富會增長噶啦。嗯。人員又要增值喎。正面嘅觀念咧又要增值喎，一人好多負面嘅力量，干擾你咧，你會睇個世界唔清。到你去決策嘅時間咧，你嘅思維又唔清晰，咁啊影響咗。嗯，決定錯，我唔認。所以你要照顧好自己身體，照顧好自己嘅財富增值。財富唔代表一定係錢㗎，嗯、你嘅思維啊，你嘅能力啊，都係屬於財富一部分。嗯，係點樣發揮自己嘅長處咧？係整體。你個社會幫人競爭嘅咁，你自己蠢啲嘅咁，你咪勤力啲咯。啊，嗯，自己揾啲錢，揾錢少咗嘅咪慳啲咯。嗯，唔好學人哋去衝大牛鬼咯。这个都是中国古代的文化来的，修身啊，嗯，修身齐家先，嗯，搞定个家庭，不要令父母担忧，嗯，修身就搞定自己的身体健康，个人的能力，看多些，学习多些，有智，看多些有智慧的书，有启发性的书，嗯，即係而家你香港嘅教育冇教智慧噶嘛？冇噶，係啊，冇呢方面啦。咁亦都係一個短嘅社會嘅茶杯裏的風波啦。當完咗，嗯，你政黨早收工啊，早著數啦。嗯。但係而家搞搞啲教育咧，就有人問我嗰、那個教嗰個南京大屠殺，係啊係啊，曹英巴閉。放片俾小朋友睇啊！世界上冇唯一嘅，而家你話得一間學校教完之後，啲細路仔驚，嗯，咁佢冇做過統計，嗰間學校有幾多個驚，幾多個唔驚咧？嗯，應該就冇啦，係嘛？有幾多人驚咧？咁佢哋又唔識搞平衡喎、啊，嗯，啊，即係啲老師咧，佢鋪排得唔好啊，嗯，同埋你一講日本仔咧，你就要講多少少添㗎，唔係淨係日本侵華噶嘛，嗯，俄羅斯都有侵華噶，係咪？係啊，其他啲國家殖民地都有侵華噶。直情你之前的滿清入關都是侵華的，嗯，是咯，啱唔啱？係啊，滿清都外族，係啊，
咁我話你教咧就話你教得過細，我就話要清楚咧就話嗱，我哋要中華民族講漢族啦，佢有搞民族主義。嗯。你話你冇實力咧，就俾外邊啲人咧嚟霸你哋盤下，啊？嗯。就唔需要搞到咁多仇恨。嗯。打仗就你殺我殺你啦。係啊。但南京大屠殺，我知道嗰段佢哋 cut 出嗰段嘢咧，好似唔係真實嘅。好似有人攞咗啲資料咧，輯咗段出嚟擺度，嗯，特登係擺嗰段嘅。同埋我哋睇歷史以前咧，就話入嚟南京大屠殺點解日本仔唔承認咧？因為嗰啲唔係正式日本人嚟嘅，嗯，佢日本軍係韓國籍、朝鮮仔同埋台灣仔。同埋東北嗰啲中國籍嘅入軍，嗯，即係正式唔有日本籍咧，好少嘅南京大屠殺。嗯，咁嗰啲朝鮮仔、台灣仔咧，對入嚟中國侵華嗰時咧，佢哋係最殘忍，係好奇怪嘅。所以日本仔都百詞莫辯啦。咁佢哋係你。是穿你日本軍的衣服、是你的編制嘛，對不對？所以這個是很吊詭的。那他應該教完這些又要講回啊，日本仔又後來又跟中國中日友好了，這些歷史了，又友好了，那你那個世界永遠都是爭地盤、爭城，一打仗都冇乜嘢，邊個啱唔啱？嗯，勝者為王，敗者為寇。嗯，係啊，即係最緊要唔好製造永遠嘅敵人。係啊，唔好將個仇恨啊。係啊，一路燃燒落去。嗯，咁就教啲小朋友知道一啲歷史就算。嗯，以前都冇搞呢堆嘢噶嘛，而家有潮流。個教育局長縮縮地咯，好嘢又唔教，佢唔教人感恩啊，嗯，係，係嘛？係啊，點樣去孝順父母啊？點去敬愛師長啊？係啊，冇阿 Sir 即係講啊修身啊治國啊，冇教，冇教呢啲仇恨嘅教育，呢啲又唔教，呢啲係冇啦。咁你楊潤雄嗰啲咁嘅乞衣，話自己仔女外喺澳洲，係係。自己出幾十萬人工去搞呢啲咁嘅衰嘢咯。嗯。咁你港澳版、中聯版，你又冇做好工作。佢哋真係唔係幾識國點樣教人愛國啊。嗯。同埋佢哋唔知道愛國咧，唔係用把口去教。嗯。唔係需要咁著跡去教。你有冇見嗰啲歐洲、美國國家、其他啲國家，你又叫啲人民去愛國嘅？係啊，冇㗎，冇噶嘛，係啊，好叻嘅人哋推，你都唔需要嗰啲係，你愛我唔愛有咩所謂啫？嗯，係嘛，嗯，世界都人來人往啦，好大個問題。係國際上啦，咁阿習主席同呢個普京咧，15號會開會喎，視像會議，我哋習近平主席。他掹三尾都掹單嘢出嚟搞啦，人哋又去印度訪問，又同拜登又開會，嗯，你做咩啊？咩冇人做過啊？嗰啲下邊啲人都幫我安排啦。係。啊！而家普京好吃香啊，個都揾住佢啊。係啊，掂啊，揾啊，佢就坐喺度啊。嗯。我諗佢會無厘頭都揾啲嘢簽下啦。哦。面子啊嘛，喂你同印度簽咗20多個協議喎，咁同中國簽翻啲話，拗唔拗？因為我哋習大書記好啦，冇面喎。係啊，跟而家啲黃鳩部咧路保飛啦，嗯，孭咗鑊啊嘛佢哋，我哋睇嗰啲報紙報道啊，啲新聞報道啊，呢個中共嘅黃鳩部咧，王毅啊、楊潔篪咧，全部孭曬鑊。在黨內都覺得他們很大責任，所有的
富強的國家咧排斥曬你啦嘛。係啊，大國啊。大國家，所以佢哋而家想保飛，但係好難保咯。嗯。咁你習先生嗰啲見識咁少嘅人，嗯，係咪？係。冇自己主見嘅人。係。你今時今日做到中國嘅領導人，你仲要話堅持馬列無思想嘅，咪戇鳩嘅？嗰啲過期嘢嚟噶嘛，咁你冇新嘢。好啦，你自己又話整個新時代，習近平戇鳩思想仲緊戇鳩，你都未成熟，你乜撚都冇，又係整個招牌出嚟噏佢先，咁啊又俾呢啲戇鳩部過佢一棟啦，又黃毅呢條黑衣帶頭搞出嚟噶，啊習近平新時代。超前五百年的外交思想中心整個超前五百年的你老母你真是害人習近平是吧噏得就噏五百年仲使緊你過留百蚊喎超前五百年啊屌你啦你哋呢班嘅仆街害人死個黨主席害咗害人死個總書記習近平都冇運行㗎啦，用著呢班嘅柴仔，係係，係嘛？希望佢希望醒少少啦，係點樣清撚咗長嗰陣個啦？嗯，啊，搞到人才兩失，成個國家丟撚曬面，啊，係咁先。好。